I will bless those who bless you, and him who dishonors you I will curse. And in you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shall be blessed. Shalom， 所有正在为以色列的恢复祷告并共同努力的全世界华人教会圣徒们，大家好，我是 Why Israel 的主持人张喜恩。在 Why Israel 的第二集中，我们透过圣经了解到以色列和教会的不同含义。今天我们将要探讨的主题是圣经中的教会指的是谁。我们需要先明白教会一词在新约中是如何使用，才能够完整地解释以色列这个词。今天许多人认为教会是由砖砌成的建筑物，但是在新约中，教会的意义并未被指为建筑物。因此当信仰中心开始关注眼前可见的建筑物时，便将信仰与圣经中所提到的教会的意义渐渐地离远了。在新约的希腊原文中，翻译教会 church 之词是 ecclesia， 这个意思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地上第一个教会存在以前，他会为了讨论罗马帝国每个城市和地区所发生的问题而组成的地方议会。也就是说 Ecclesia 的含义是指为特定的目的而召集了成员组成的集会。与之最接近的英语单词是 Assembly， 意思指集会、议会、盛会。在《使徒行传》19:32-39-41中 ，Ecclesia 一词，它指的是以弗所的一个公民大会，该团体共同负责城市中发生的一切事。新约圣经中的教会一词，是指为服侍耶稣基督从当今世代中召集人员组成的集会，预备使他们成为在耶稣的未来世代建立的团体统治机构成员。在以弗所书1:22-23中，保罗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来看看经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某个器官。身体的每个肢体通过基督徒的信心直接与他所有的其他肢体连结。然而数世纪以来，这种教会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变质和扭曲，以至于如今的教会几乎找不到与新约中所立的教会那原始的样貌有何相似之处。今天许多自称是教会成员的人没有与耶稣之间有所连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基督徒同样彼此成为仇敌。因此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中有许多已不是使徒保罗所描述的该教会应该有的样貌。但是尽管有这些混乱的问题，真正的教会仍然存在于世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9中这样说，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样，如果我们用现在已经读过的经节来定义教会，那么教会必须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只有神才真正知道他的百姓是谁。第二，每个自称是教会成员的人都必须实际上显出公义和圣洁的生活。大多数犹太人，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对于新约所描述的教会绝无真实感。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犹太人将教会视为就像政党或民族团体，一个庞大的机构一样。在犹太人眼中，长期以来，教会被视为要消灭而破坏犹太人的地方，传播反犹太主义的主要机构。因此，可以说，魔鬼撒旦对教会的身份制造出令人感到困惑最大的部分，就是以色列本身。然而，以色列和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通点，以色列和教会都被神以他的主权来拣选并呼召。关于以色列的许多争议，大部分围绕着神的拣选为中心打转。我们可以借由未重生之人的心底深处看到，他们如此主观的启示，最厌恶的就是神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而对于那些相信神特别拣选并呼召的基督徒，很容易接受上帝的主权选择。但是如果说未被拣选的人神已拣选，那么我们里面肯定会出现极大的困惑和疑问。因此，人本主义者绝不同意神以单方面主权特别拣选某人的神学。在罗马书九章十到十八节中，保罗以旧约中有关于神拣选的历史事件雅各和以扫的出生为例。两对双胞胎虽然是由同一个父亲出生的，但是他们在出生之前，神对他们两个人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上帝这样做的原因，并非在于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并不是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神以他主权选择的神学，绝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在肉体上的思想接受的神学。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三节中，对于神以主权的选择是这样说的：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罗马书九章十到十三节，在两个兄弟甚至于还没有从母亲的肚子出来之前，无关他们做了什么，神就宣告了他的选择。此外，雅各的哥哥服侍他的弟弟雅各，这是一个与很久以前的文化道德上截然相反的观念。是的，显然神没有以雅各的性格或行为做出选择，因为雅各那时还没有出生，
雅各出生后，他的一生是神以单方面主权所结出的果实。而保罗在罗马书9章14到15节中谈到许多人读了神的单方面主权的经节后会做出的反应。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的，怜悯谁是来自这位有着怜悯和爱的神，他的主权所决定的。但是不幸的是， 现代教会很少宣告关于神有着单方面主权的真理，原因是神单方面主权与人类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冲突。神的主权意思就是一切按照神所想做的、所要的时间和方法去做。 人们一直以来对神的旨意提出质疑的原因是，神并没有征求任何人的同意或允许。当神决定并做某事时，并不会先与人商量。这确实使人本主义者感到不安。保罗在罗马书9章16节中也谈到了神绝对的主权。 我们来看看经文这么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有基督徒必须知道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善行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完全依靠神对选民的那无价的怜悯。在下面经文中，保罗引用了出埃及记9章16节，以表明神的审判。罗马书9章17节，因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埃及的法老王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统治者，但也是神创造了他。神这样做是为了向后裔们表明，神将要反对他旨意的法老，以及对抗神旨意的统治者，施行什么样的审判？保罗以罗马书9章18节的结论， 强调神以他的主权决定要不要怜悯所有人的生命。18节这么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神没有义务向我们任何人表示怜悯。 上帝的怜悯仅来自于他的恩典，即使上帝怜悯我们任何人，他仍然是一位完全正义的神。上帝怜悯我们时，有一些简单的条件要求我们，这些条件包含在福音的信息中。但是即使我们有了接受怜悯的条件， 也绝不意味着我们能通过努力获得怜悯。这是因为怜悯和恩典这两个词的所有含义是人类无法透过努力而实现的。我们现在所分享的主题，拣选与呼召，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